弟们好，我是来自厦门一中的张小伟，选择来到台湾就读也是因为家里比较支持，想要拓宽自己的视野，而台湾金门这里的话离厦门也非常的近，坐船非常的方便。然后选择明传大学呢，是因为明传大学是亚洲美国认证的亚洲第一所学校，那家长也是有权衡过，觉得这所学校非常的不错。明传校区的话，因为环境也非常优美，父亲在这边也是居住过一段时间，觉得不错，然后推荐我来报考明传这边金门分部。因为我是就读于这边的传播学院，本身自己也比较能力，觉得传播学院的话，对以后的发展和出路的话非常的多，也非常好选择。那希望学弟妹的话来到金门分部这边就读，因为金门分部这边福利也非常的好，而且设备全新，校园环境优美，能够好好的读书。希望学弟妹们高考加油，然后学长在这边等你。